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是在东京的表参道，招1到2名的正式员，对日语要求日常会话就可以。主要工作是在医疗机构做事务的工作，一个月给20万起。如果对工作感兴趣的话，欢迎来到我们公司参加公司说明会，每周的1、3、5上午11点有，每周的2、4、6周日的下午1点开始。这里有公司的地址，然后电话，欢迎打电话来咨询，来公司参加说明会。